今天没有营业啊。分局侦查队，请问您认识瓦利拿破吗？ 没什么印象哎，他怎么了？你在逃跑外的圈子耕耘很深，我们都知道。大野话直说好不好？警官，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，而且我也只是顺手帮朋友忙而已啊。我们也只是想请你帮个忙，帮我们确认瓦利的手上跟背上是不是有刺青。